你就直接把依依接过来吧。我弄好之后会直接离开的，不会让依依看到我。你真好。依依终于哄睡了，难得的休息时间。哎，他们俩呢？在房里啊。哦，那我们小点声。你没往心里去吧？带小孩是不是很难？应该是吧，谁都是第一次为人父母，总有搞不定的时候吧。那如果他很固执，应该要怎么办？我们不固执吗？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改变他的看法呢？时间吧，如果真的改变不了，就不用去改变了。就磨合一下，然后找一个大家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状态，互相包容了。宋礼，我们多久没有约会了？对啊。我怎么就让工作忘记了生活呢？你怎么可以忘记自己的座右铭呢？我明天就马上安排，好不好？ Deal。 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想卖掉一部分卓越的股份，然后把老宅买回来，因为依依是在那儿长大的，在那儿生活，他会有安全感。你怎么看？我们好好规划一下。嗯？喝点酒真的觉得好累啊。辛苦你了。还好有侄儿喊。嗯，还伤感了？就是不想跟你离开分别嘛。我们不是分别啊，我住得很近，打车也就起步价，对吧？再说以后我们每天还要在公司见呢。那我也不能每天随时随地的烦你了。想得美，我还要每天随时随地的烦你呢。以后凯哥还来了，还要帮我带娃呢，对不对？那必须的，顺便要考验一下凯哥带娃的能力。有计划的吗？嗯，没有。喂，宋黎，你那边收拾的怎么样？嗯，凯哥来了就帮我收拾的，差不多了。我这边也差不多了，一会儿你就直接把依依接过来吧。我弄好之后会直接离开的，不会让依依看到我。你真好。爱你。什么？爱你。拜拜。